从前，我们把钱存在银行，然后我们又把钱投在股市。后来，余某宝取代了我们的理财。而今，余某宝收益持续下跌，现已经跌破 4.0%， 让无数朋友黯然伤神。余某宝的困境同样反映在同类理财产品身上。理财通、现金宝等一系列产品均在下跌，也是让许多朋友萌生将理财资金搬家的想法。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一款产品和余某宝一样安全可靠，随时买入和赎回，其收益直接是余某宝四倍，新手专享历史年化收益率 14%， 是余某宝收益的三倍，三倍，三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十万存入一年收益14000元，这样的理财神器你心动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互联网金融是可以考虑的方向，门槛低，收益率高，而且曲线相对便利。但是投资互联网金融也是一门学问，主要在于你要选择合格的低风险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投资。此前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也特别报道了互联网金融，称其比余额宝还火。央视一套新闻联播曾以标题小为金融网络新生态融资新模式，正面报道互联网金融。8月24日最严新规出台，划定了13条红线，意味着行业监管进一步完善，老百姓投资风险大幅降低。监管新规下，那些国有企业背景、精英团队管理、安全性极强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受到了社会大众的青睐。比如国有企业持股比例达 51% 的平台，国金宝三证齐全，安全合规，新手专享历史年化收益率高达年化 14%， 十万存一年收益14000元，是银行活期的35倍，是余某宝的三倍，三倍，三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推荐国金宝更是基于以下优势：双国资背景，实力雄厚。国金宝是由北京中彦国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总公司共同持股的国资西互联网金融平台，量大国资企业持股超过平台的 51%， 注册资金 1.3 亿，安全运营两年之久，有100万投资人，成交量已超54亿，荣获 HS 企业信用 AAA 级评价。股东简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总公司成立于1984年，隶属于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中彦国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由上世纪90年代经原国家冶金工业局批准成立的国有股份制企业北京中冶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国有企业，产品灵活，收益稳定，新手体验标期限30天。历史年化收益率 14%， 余留保期限6个月，历史年化收益率 12%， 余留保期限12个月，历史年化收益率 14%， 余留保期限18个月，历史年化收益率 15%， 资产优质，风控严格。国金宝发挥国有企业品牌优势，有效筛选优质合作项目，经营还款能力强，历史项目逐约兑付，提现24小时到账，加上专业的风控团队评判，确保项目万无一失。九层严格债权资产审核，银行级风控标准，资金银行存管，理财无忧。国金宝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正式达成资金存管协议，由银行管理资金，平台不碰投资者一分钱，从根源上保障用户资金安全，所有债务方受法律保护。平台由太平洋保险提供安全保障，顶尖团队，值得信赖。监事陈兰星，瑞士维多利亚大学管理学院 MBA， 曾经先后在国内知名的金融企业新华保险、天安人寿担任要职，在金融领域超过十年的工作背景，使其积累了广泛的行业资源及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第一重福利，新手专享，新手就送1000元现金红包，新手注册送500元，
实名认证再送500元现金红包。新用户首次投资即可享受年化 14% 的黄金体验标，限额2万。第二重福利，疯狂返现。一，活动期间投资30天标即可返投资金额的 0.1% 现金红包，即年化加息 1.21%。 二，活动期间投资6个月标即可返投资金额的 1% 现金红包，即年化加息 2%。 三，活动期间投资一年标即可按投资金额的 3% 现金红包，即年化加息 3%。 四，活动期间投资18个月理财产品即可按投资金额的 4.5% 红包返现，即年化加息 3%。 举个例子，王先生投资10万历史年化收益率 12% 的余宝宝18个月理财产品为例，到期利息为18000元，4.5% 红包返现为4500元，总收益等于18000元加4500元等于22500元，相当于历史年化收益 15%。 第三重福利，投资送好礼。一，大笔年化投资大于10000元得50元京东礼品卡。二，大笔年化投资大于50000元得300元京东礼品卡。三，大笔年化投资大于100000元得800元京东礼品卡。四，大笔年化投资大于50000元得5000元京东礼品卡。理财风云榜周周赢大奖，每周累计年化投资总额前十位有300到5000元不等的京东礼品卡。另外春暖有礼，刮出惊喜，在国金宝年化投资达5000元可获得一次刮奖机会，红包、加息券、京东卡等礼品等着你哦。一项福利叠加有效，点击文章左下方的注册还可获得抽奖的机会，现金红包、2% 的加息券。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